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修灯泡，殷总帮忙。我来接你回家。哦，我们正好在商量营销策略的事，你要不要一起听？好。行。总裁店员？嗯，没错，我用我自身的知名度，以总裁店员的身份来帮你们做推广，这效果跟品牌大使还有代言人的效果是一样的，而且不用花钱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来找西西就是找他谈 CC 的股权问题，正好你在这儿省了不少麻烦，我要收购你手中所有 CC 的股权，具体细节飞扬会跟你交涉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同意？ CC 现在正处于发展关键期，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合作渠道，外贸都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虽不敢说是企业龙头，但这点能力还是有的，尹总大可不必担心。我是他老公，我们自己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来插一脚。有些时候感情深厚的朋友会比他所谓的老公更加了解他。我怎么忽然觉得咱俩挺多余的啊？那个，你们先等一等啊，我说一句啊，思辰，思辰，顾西西，别动不动就撒钱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学长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但是。要做总裁店员的话，一个总裁可能有点少，不如思辰一起吧。成交。你不觉得这身和我不是很搭吗？嗯，要不试试这套吧。我这套怎么样？哇，木子好适合这套啊！衬衫就这套吧，我现在马上换。我觉得衬衫可能还是有点问题，小雅，你去帮我把那个新款拿回来。这两条领带你更喜欢哪一条？你决定吧。我觉得灰色西装的话也许配点彩色会好一点。顾西西，你不觉得这条领带更适合我吗？这条吗？帮我戴上。怎么，文业集团的老总不会系领带？我自己来。幼稚。Whew.
这个很适合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开始吧。你行，我还是喜欢鸭翅。欢迎光临 CC 店铺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嗨，我不知道哪条鞋子好看，你帮我选一下吧。这条更衬你的肤色，但这条凸显你。好，那就给你了。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没有问题啊，现场所有的人买完衣服之后都可以跟我合照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好。有本事给自己的号，真虚。好了，不要看了，努力工作啊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声音也有点小，能不能给我找大一号的？这就是最大码了，阿姨。精神啊！我建议你到隔壁大码女装店看看吧。我能加你微信吗？没有问题，那不如你加我电话好了，直接把电话给你，这样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打给我。哎，小伙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两件衣服我不知道该选哪一件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大姐，这两件都不太适合你。你不觉得这店里的衣服和你的风格都不是很搭吗？阿姨，我呢正好想换一换风格。小伙子，那行，这两件呢我全都要。你还有什么别的推荐？哎，我们跟你合个影吧。要拍照去找他，我这边没有这项服务，我不拍照。拍一个吧。你们要拍照去找他，去那边拍照，我不提供拍照服务。拍一个，开玩笑。我说了，我不提供拍照服务，去那边找他。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呀。莫学长今天一共卖了326件，看不出来啊，是个推销高手啊。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设计的好。切，这算什么？没见识啊？什么什么没见识啊？不过某人今天才卖了134单，哎，还不到莫总的一半。不可能。你们等着看，明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实力。还在工作呀？吃点东西吧。放这儿吧。口水要流下来了。快点吃一点吧，我亲手做的。我知道你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。墨子欣才辛苦。哦呦，吃醋了？哼，怎么可能？墨子欣算什么？跟我尹思成比？那既然不辛苦的话，哎呦，我就端走喽。哎，坐都坐，不吃浪费。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的。本来总裁店员就是个噱头而已啊。没有一定要争个高下。我既然答应要帮你，就肯定要帮你做到最好。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输过？他输给情敌。那你继续工作，我先睡了。嗯。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我觉得这件衣服无论是版型还是款式都是非你莫属。 OK。 喂，那我呢？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啊，帮你看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哎，对，我觉得两件都适合你。可是这两件一模一样嘛。你可以一件留在家里穿，一件留在公司穿，方便你换洗。那我两件都买，能给你拍张照吗？小雅，买单。到了到了。啊，喂。我也
想跟你合影。莫子欣最终成绩356。尹思辰最终成绩357。哇，怎么样，最终还是我赢。恭喜你啊，尹总，不过上次那个商业案我已经想办法拿下了。没关系，至少在西西这里还是我赢。天哪天哪，我们从开业到现在还没有一次性卖出这么多件。老板，我觉得我们要庆祝一下。没错，我决定给我涨工资，请大家吃大餐。哎，好吧。干嘛呀？帮我刷条裙子呗，在尹思辰下面。你帮尹思辰作弊？尹思辰他不喜欢输。干杯！来，干杯。首先，我要祝贺我们 CC 越来越红火，还有就是欠你们的利息和分红，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的。知道，我们离发不远了。莫总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也这么。谢谢你替我照顾我的太太，顾西西。不客气，我照顾她，本就是出于对朋友的情谊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作为西西的丈夫，还是有义务要替她表示感谢。不过感谢归感谢，如果以后真的有一天，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候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。彼此彼此吧。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。西薇小姐是吗？是，您找你不是想知道顾西西的事情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就这些啊？这还不够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我本来觉得这个本子挺好看的，就问老顾要了，没想到里面是顾西西之前的日记。
你好，这边请。西西，西西，人呢？怎么了，西西？你别吓我呀！这样啊，我废了。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我挂不出门。哎，吓死我了！我整整3个小时，我坐在这儿，我脑子就一点都挂不出来。我以前不会这样的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像你们这种脑力工作者吧，有一两次瓶颈很正常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这次不一样，我这次画出来的全部都是垃圾，而且我们下个月新品不就要上市了吗？我们 CC 怎么办？对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没事儿，你就是这两天没灵感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学长，我最近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问题。那你可以跟我说。就是你在创作漫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？它特别像是一个挑战，或者说是一个梦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它特别特别难以实现，但是你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，即使说是竭尽全力能向他靠近一步也好，哪怕是一步。有，一直都是这样。那看来事与愿违是常态。不过我跟你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件事。是尹思辰的事吗？不是，是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，最近马上就要推出新品了，但是我却一个想法都没有。小雅倒是给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说不然就再另聘一个设计师。那你怎么想？我不愿意，毕竟这是我的个人品牌设计店，我不想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 CC 他现在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我也希望是我和他一起一点一点的成长。理解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周末在艺术中心好像有一场展，而且听说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，还会展出一些平常不公开的画作。在这件事上我能为你做的不多，但我相信顾西西不是那样轻易认输的人，哪怕对手是你自己。谢谢学长。好了，吃饭。喂，我需要在这个周末在艺术中心举办一场艺术展，无论有多难我一定要解决。西西，怎么样？这里有没有给你一些灵感？你不用太有压力，当做是来散散步就行了。
莫总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艺术评论家王波先生，这位是顾西西。你好。你好。莫总平时可不太出席这种场合呀，看来今天对会展很感兴趣。我是做生意的，太艺术的东西我不懂，我就不在这里鱼目混珠了。莫总可是太谦虚了，全江北谁不知道莫总的收藏可以办一次私人会展啊。不过啊，今天这次会展不值得莫总亲自跑一趟。哦，怎么说？今天这个会展规模确实不小，但质量参差不齐，算得上精品的寥寥无几。不过这幅画倒算是一件。这幅画用色大胆，色彩层次分明，构图有力，确实是大师手笔。相比较而言，周围的这几幅就逊色太多了。但我觉得他旁边这幅也很好看啊，虽然说笔触比较生涩，但是给人一种很强很强的生命力。话是这么说，这幅画不光是笔触、色彩运用、线条、构图都没有值得可称道的地方，最主要的是这幅画没有落款，说明这个作者十有八九不是个名人，价值不大。但我真的挺喜欢这幅画的，可能个人喜好不同吧。而且我觉得画的价值不应该由作者的名气来决定吧。看来顾小姐对艺术品鉴很有研究啊。没有什么研究，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。各位好，我是本次展柜的负责人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想问一下，那幅画参与拍卖吗？对不起小姐，这幅画是私人藏品，是通过出借的方式来参与展会的，并不参与任何方式的出售。那我可以问一下他的收藏者是谁吗？这个是我。啊，莫总，那个我找负责人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来，我们这边聊。学长，搞了半天是你收藏的呀，你怎么不说？我还在那边说三道四说了半天。那一幅啊，是我从美院的毕业展上买下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找到他的知音了。你算什么知音啊，刚才也是随便一说的。顾西西，他怎么会跟莫子欣在一起？学长，你这么忙还抽空陪我跑来跑去，我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。对不起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，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。不过有些事你说的对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所以我只愿意花在我觉得值得的人身上。学长，我知道你够意思，喜欢帮忙，但是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，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好，知道了。莫总，展会上那幅画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送到顾小姐店里。知道你喜欢，我就做个顺水人情。你们店里不是有一块墙特别空吗？挂在那里正合适。这幅画我不能要。怎么了？是不喜欢吗？还是你说觉得它是个学生的作品，所以你不是很好看？不是的，是因为这幅画是学长你发现他的，你会比我更了解他，更珍惜他，放我这儿就太可惜了吧。而且我空着那面墙，以次成熟要他发挥一下，那我就交给他了。谢谢学长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那我送你回去。嗯。这次 YMO 和 V Studio 的合作我们也非常看重，后续进展随时沟通，我也会叮嘱飞扬格外注意的。好啊，那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思辰。嗯。我今天上午在艺术展看到了顾小姐，她跟莫子欣在一起。艺术展？这个月我不记得有什么艺术展。应该是个私人的，这是我从内部消息知道的。据我所知，是莫子欣临时主办的。而且我听到顾小姐说什么瓶颈期找灵感。瓶颈期找灵感？嗯。难怪这几天魂不守舍的，这顾西西这种事情居然不跟我说。
我看顾小姐跟墨子欣的关系很不错，一起去看展应该没什么吧。墨子欣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西西，思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。啊！西西西西，衣服找到了。人呢？游乐场啊！这里可不只是游乐场，还是你。江北原来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！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好神奇，我感觉所有的压力和烦恼全部都一扫而空了。古话说得好，珍惜眼前人。我会觉得风景美，是因为跟你一起看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所有的风景都变漂亮。再说一句好听的。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啊？顾西西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呀？思辰，我要是每天都一看到这样的风景就好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经常带你来。不行，灵感这种东西，就是偶尔的刺激它一下才有用。就比如说现在，我就感觉灵感如泉水一般的涌到我的脑子里。我要回去画稿了。喂，思辰，谢谢你。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照顾你的感觉，付出比索取和要求感觉更好。严总，嘘，还没画好啊。晚饭也没吃，这怎么好啊？要不要我给他弄点那个宵夜呀？不用了，交给我吧，回去休息吧。
点东西垫垫吧，饿坏了肚子，再有灵感也是白搭。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灵感，你那个登高的方法特别有用，我现在文思泉涌，我得赶紧画上。还是吃点东西，享受一下现在的时光吧。嗯，好吧，我大师不赏面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了。具体流程就按照这个上面写的来。嗯，好。嗯，飞扬，你怎么来了？思辰更改的方案，我来对一下流程。思辰他自己怎么不来啊？他今天也有事。行，神秘环节，为什么还要准备烟火？这个应该是那个思辰给西西的弥补吧，是吧？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嗯嗯，那个思辰现在也找到幸福了，你就不要纠结了。放心吧，作为好朋友，他这次的时尚庆典我一定会办得很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冉总，嗯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好，是这样吧。去吧。薇姐，待会儿准备要播的 VCR 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在电脑里了。你先去忙别的吧，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错漏。好。林总，看这边，这边发你。哎，林总好。哎，那边，我们的隐藏主角登场了。哎，林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今天我们可要好好叙叙旧啊。等我，来，这边请。哎呦，尹太太真是光彩照人啊！谢谢。我们这些家属啊，都被尹太太的风姿盖过去了呢。谢谢。西西。哎。莫总来了，嗯，失陪一下你们俩。师长，好久不见啊！今天好漂亮。谢谢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这样，一会儿我再找您详谈。嗯嗯，好。
服务员。尹总。帮我去叫一下尹太太。好的。学长最近忙吗？啊，我最近正在。太太，尹总在等您。不好意思啊，失陪。穆总。尹先生，有什么事啊？你干什么去了？聊天。聊天。应酬。顾西西日记。之前看着尹太太挺清纯，对她还挺有好感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人日记上写的，哎呦，这简直毁三观了。这不是尹太太吗？是啊，我现在看她还挺清纯，还挺有好感的。真没想到啊，都怪我，我早看出来他是个败家。就是看他那长相吧，就是为了钱来的。赶紧拍下来，这可是大新闻啊！这么没下线。天哪！还叫我说呀？这种还发愁是不骗了尹家的人呗？没想到互相来的捞你，不是把尹家的人骗得团团转呢？不是这样的。赶紧给我关了，抱歉尹总。快下！快下！别慌张，那边，顶上头条去！拍一下！什么来？莫总，这是你自陈家事，你不应该管。那我就要看他被别人羞辱了，我做不到。他是尹太太，他有尹思辰守护，但他也是我朋友。真是啊！这么没下线啊。